了是啊？姐姐，我来了。怎么这么跟都跟丢了呢？走的也太慢了。姐姐，你可是千年的道行啊，我哪有你修行深呢？至今为止，膝盖以下才分开叉，这走道啊还拉不开单儿呢。快去叫门吧，亲人。好的。哎呀，姐姐，这样叫姐夫太唐突，我先捯饬一番。其实你姐夫啊，没有那么多的说。干哈你这是啊？不是，你能不能整点人出？这是人间。哎呀，好吧，好吧，快去叫门吧，别让姐夫等急了呀。好的。妖孽！谁？我乃大天竺国降妖驱魔人那达兰德星。不认识。无礼。啊？原来是烂德性大师啊。失敬失敬，今日我让你青儿回家去见相公，还请大师行个方便。哦，那就请进吧。谢谢大师。青儿，我们走。走。妈呀，姐姐有埋伏啊。哎呀，青儿，青儿，大师，我们无冤无仇，这是为何呀？我在这儿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干啥玩意儿？耍了啥鸡啥的是啊？哎呀，姐姐明白了，快拿点零钱来给打发走。你俩不但人蛇相面，还敢戏弄本尊，现在我就要收了你俩。哎，且慢大师，听我解释。其实我与那相公可是真心相爱的。姐啊，别磨叽了，掏脚干他。青儿，冲动啊，青儿！雕虫小技，看我法宝！啥玩意儿？紫金钵盘。呸，那叫紫金钵盆。呸，那叫紫金钵盂儿。姐姐，你真有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呐。少废话。快到碗里来，切！你才到碗里去。白素贞，干啥呀？不好使。哎呀！啊，对不起，大师，是这样的。其实我真实的名字叫木西地图罗凡尼克海拉格拉巴德罗伯可可西里小鹿村伊丽莎白素贞。名字太长记不住啊。你呢？我的名字叫小萝莉的艾克松亚历山大约宾西埃图别情。名字没我写的长，但是你记不住，因为有时候我也记不住。这玩意儿废了。看来只有使出我第二件法宝了。瞧瞧我兽墨披风吧！你破破。这是一款由潘多拉星球天然蚕丝手工制作，物美价廉哟。哪里能买到呢？问得好，沈阳五爱市场西区二层均有销售。你们没必要知道这么多，受死吧！你呀，有点尴尬，虚惊一场。哎，停，大师。我可以帮到你什么吗？看来只有使出我的必杀技了，终极降魔篇。这是这本宝典是由中国喜剧力量编导组亲情编写，尤其是上面的咒语会让你们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受死吧。你们谁外语好，帮我看一下。What? Pardon? Give me. 什么？拿来我瞅瞅吧。Oh, so easy.
青儿，跟姐姐一起念吧。好的。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大师，青儿啊，大师哪里去了呀？我来找他。姐姐，大师在这儿。Oh my God！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哎呀，给他炖了，回家给我姐夫补补。无礼。啊、哦。亲政可好？嗯呐。走着。音乐响。香的。